年45岁嘅韩君婷，2014年佢喺家乡新加坡屋企嘅浴室里面意外滑倒，撞崩咗个鼻，被外界嘲笑佢整容失败。不过近年韩君婷渐渐咁走出阴霾，利用疫情留喺屋企里面领悟人生，开始坦然接受自己崩鼻嘅样貌，亦疯狂减肥操 fit 身形，更转型做美容 KOL 赚快钱，帮补生计。早前佢仲喺 IG 大方分享3点式俾仔围嘅泳装。可以看得出他对减肥的成果相当满意。韩君婷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都坦言自己已经不介意崩鼻的一事，他还说破相啫，没什么大不了，非常正能量。